飞去紧成田国际机场，我哋要翻香港啦。今年本身咧，我哋都系谂住同以往一样，雪季完咗咧就会翻香港噶啦。咁但系因为各种原因，譬如隔篱酒店超级难 book 啦。咁所以就一路 delay 咗啦。如果下个雪季嘅话咧，我哋就暂时未 plan 啦，睇翻个疫情嘅状况啦。最好就梗系可以翻翻过嚟日本滑雪啦。希望下季大家都可以一齐去滑雪啦。咁嚟日本飞香港咧，咁而家其实香港入境嗰个要求都非常之高，所以我哋都早咗两日出东京啦。咁我哋首先要去做 PCR test 啦。政府認可做 PCR test 的地點上網就可以找到，而且又非常之多。由於自費的關係，我們都做過格價的，最後就找到這一間，一個人15000呢，連一張 negative certificate。大部分的診所做完 PCR test 隔日就可以拎到 results 的了。之前上网填好香港政府要求的一张健康申报表，得到一个 QR code 之后就可以放落机用噶啦。都要齐啲喎呢度。嗯，齐个市区。我先买呢个啦，你买咯，俾个俾我咯。咁头先 check in 嗰阵时咧，其实唔系太耐啦，比想象中快嘅，系要填多一份嘢啦，同埋要做啲 document check 咁样咯。咁其实都算几快，同埋冇乜人嘅个 counter， 可能我哋嚟得晏，但系都仲有时间咧，可以上去 shopping， 又买咗啲奥运嘅纪念品啦。入闸啦，入保安下先。咁我哋咧已经极速咁样过咗 custom 啦，过咗 immigration 啦，成件事系超快，因为冇乜人，真系冇乜人，同埋嗰个 check 嘅情况都唔系太严重。头先系 check in 嗰阵睇得多 documents， 咁其实其他都冇乜特别，其他正常咯 ，check 嘢嗰啲快过平时咯，冇人因为冇人排队，超快。上年咧四月尾嘅时候咧，我哋由日本翻过香港一次，嗰阵时系机场咧系死成一半，完全乜嘢都唔开啦。今次好好多喎，今次其实好多嘢都开咗，有啲餐厅啦，一啲免税店都有开到嘅。前后左右都没人坐。未試過 arrival 咧，跟住上翻 departure， 而家係上翻 departure， 因為等嗰陣時都係 departure。
到咗香港啦。跟住我哋做咩咧？准备21日嘅 staycation 啊？仲未得，仲要 check， 物业喺度等。个手续都系暂时 OK 嘅。去等呢个检测嘅结果，会考咁样样啦。好好啊，仲有嘢食，有啲先啦，有呢个有三文治，有饼干，有水俾我哋拎。事前我都知道咧，等待检测报告需要一段时间啦，我哋准备咗啲嘢做下嘅，最后等咗3个钟度咧就走得啦。大家就喺度排隊，每一條都是不同的酒店。現在是今天在我們隔離的第12日已經過了一半了，so far 是 OK 未悶死，因為我們兩個人就會好一點了。咁 check in 嗰晚，因為太夜啦，所以就冇乜影到一啲酒店嘅資訊。咁而家咧可以補充翻啦。我哋去到 check in 嘅時候咧，就已經酒店有一個呢個 folder 俾我哋嘅。咁呢一個 folder 咧好重要嘅。入到嚟呢間酒店咧，入咗呢間房咧就唔可以再出去噶啦。咁所有嘅資訊咧都喺曬入邊嘅。裏邊咧就包括有咗餐單啦。咁我哋會有一個禮拜嘅餐單。每一日都不同的食物非常之好嘅。呢一間酒店的膳食由酒店的餐廳準備的，所以食物質素都幾好嘅。如果食厭咗或者唔中意食嘅話都可以嗌外賣啦，或者由親朋戚友送嘢到酒店俾你，職員咧就會送上房俾你噶啦。哇！食飽啊，咁飲啊，又入味喎。咁隔離期間咧，另外要做多4次嘅檢測啦。咁呢個 folder 入邊都有一個 guideline 話俾你聽，要點樣做啦。仲有好重要嘅咧，就係送餐嘅時間表啦，同埋收垃圾嘅時間表。咁我哋同呢度嘅員工咧，完全唔需要直接去接觸啦。所有嘢咧要拎入嚟或者要掉出去咧，都係擺喺房出邊嘅一張台嗰度嘅。仲有好貼心嘅撒瑪利亞會防止自殺嘅單張，如果你嘅情緒非常不穩，就可以打電話求救啦。香港隔離酒店呢一 part 咧都係自費嘅，咁我哋要隔21日啦，咁個費用都唔平嘅，所以喺我好努力咁做 research 之後咧，我就揀咗呢一間酒店啦。隔離酒店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要乾淨啦，咁 so far 呢一間酒店住咗10多日咧，我都覺得係非常之乾淨嘅。酒店房入邊咧，另外仲準備咗另一 set 新嘅床單啦，可以自己換啦，同埋有好多好多嘅沖涼浴巾啊、毛巾啊、tissue box 啦、垃圾膠袋啦、tissue roll 啦，仲有2大箱嘅水啦，應該飲得曬嘅。廁所咧，仲有呢個潔廁得俾你自己清潔廁所，呢一支消臭噴噴係我自己帶嚟嘅 ，basic 嘅 amenities 啦，番梘。肉帽、牙膏、牙刷、
全部都有提供嘅。仲有两大 pack 嘅即弃餐具啦、餐巾啦，不过我哋自己有带到餐具，所以就唔需要用到啦。酒店有呢啲纸杯供应嘅，咁但我自己咧就带咗杯嚟用嘅。咖啡、茶、糖，我自己准备嘢咧，就有屋企人帮我拎嚟嘅可折叠嘅呢一个叫咩咧盘啊，可以洗下嘢啊咁样。可以洗衫 ，Switch 同埋一堆零食，仲有我喺日本带嚟嘅呢一部迷你空气净洁机，好似有啲 fresh 嘅 air。呢个朋友拎嚟嘅水煲咧非常之有用，因为我唔会用酒店嘅水煲嘅，要热水咧就可以喺度煲啦。同埋咧又拎咗一个可以折嘅有盖嘅一啲碗仔兜仔啦，因为送餐嘅时间咧有时太早啦，或者我未想食嘢嘅时候咧已经送到嚟啦，咁可以咧将啲嘢食咧摆落去个兜兜度啦，跟住之后冚盖喺入边。steam 翻热去，咁就可以食热嘢啦。仲预备咗大量嘅湿纸巾啦，随时可以抹台啊、抹嘢啊。呢一嚿嘢爱嚟碌地下、碌尘，因为冇扫把、冇吸尘机，咁有呢一个咧就可以 keep 住间房干净啲。屋企人咧仲拎咗呢个 seat cover 俾我，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有用，因为佢张凳咧系呢一只质地嘅。咁就冇咁好嘈，有呢一张咧，好好多啊，系毛毛嚟噶，咁样坐舒服好多。要留喺间房咁耐咧，有一张瑜伽席系非常重要啊，呢个都系朋友拎嚟嘅，真系唔该晒。同埋做 exercise 嘅 equipment。21日隔離今日終於結束啦！我哋今日終於可以離開呢個酒店啦。咁其實21日嘅 quarantine 都頗長嘅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如果自己咧可以有多啲 schedule 俾自己用嘅話咧，充實啲時間咧，其實咁都好快過嘅。但希望以後唔會再有21日隔離呢件事出現啦。咁我哋呢一段片咧就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